们是从那个 Bugis Junction 一路走下来，就是从那个 North Bridge Road 一直走下来，大概十分钟就到了。你看到这个 Junction 那个加上稍等那个 North Bridge Road 的 Junction 就是快要到了。这边有两间同样名字的餐厅，但是他们是不同的。我们来的是海鲜餐厅，那附近呢是阿秋鱼头炉餐厅。今晚我们来到了这边呢，是那个加兰烧蛋靠近那个 Crawford Lane 这家餐馆，是叫做南华仓鱼头炉，相当有名的菜馆。大多数的顾客就是来这边吃他的鱼头炉了，他的著名的鱼头炉，他有四种鱼头炉啊。我们就是叫那个宋鱼头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为这边的住宾啊，每个顾客都有点的那个鱼头炉，我们点的是那个宋鱼的鱼头炉。哇，这个是热烫烫的腌的出来了。这个是宋鱼头炉，里面有很多菜，还有那个芋头，这个是芋头吧？那个宋鱼就在这边，这个宋鱼。好多菜，好多菜。这个鱼头炉就是用那个木炭在弄烧它的，看它的火这么大。现在那个汤啊越来越甜了，可能是要到最后了，它的全部的味道就融在里面了，真的是非常甜了，鲜甜又有点咸。也是有那个炸扁鱼了，可能就是给它的味道更好。这个是那个扁鱼炸了，这是鱼头炉的汤，热汤烫。香甜。宋鱼头听说那它的骨头很多了，说可能要小心一点。这就是那个宋鱼头的肉，鱼骨已经拿出来了，要小心一点，太多了。这就是我们点的那个我们叫做烟 ring， 这个是芋头圈，里面都是海鲜啊，有虾，有菜，有这个花生，可能是花生。这边就是它的芋头了，哎，还有蘑菇，这我相信是那个炸米粉吧。那我试试看它的芋头。也是拿去炸了，炸得很好，非常香。这些配料都炒得非常芳香，吃的真的美味可口。这是它的 prawn roll， 也是炸的 prawn roll。现在我来试试看。这个烧全是蛮不错，但是很可惜又不够烧。要是用烧一点，那就味道会更完美。这个是金块豆腐啊，它是用来炸的，外面是比较脆脆，但是里面比较软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说它弄得不够烧，这要是更烧就更好吃了。这些东西都我们点了就很快就上菜了，就不到十分钟就全部上菜了。他可能是做好了就拿去弄烧，
就马上上菜了。这几套菜，它的鱼头卢是非常新鲜，但是就是说，鱼骨太多了，所以要小心。芋头卷做的不错，它的配料炒的很香，很美味。脆皮虾枣有肉有虾，相当好吃。但是可惜就是说他们弄的不够烧。金块豆腐是蛮不错的一道菜，但是他们弄的不够烧，所以我们吃了好像不是很好吃。